随宋敏日前为细女王心怡 Isabella 庆祝八岁的生日，仲上载了几张相，当中可以见到背景以咖啡店作为生日派对的主题，而 Suki 就着上了白恤衫和深绿色的围裙，化身侍应为女女庆祝生日。 Suki 皮肤白滑，看来一点都不像三个女女的妈妈，少女感十足。而寿星女 Isabella 同样都是感触目，她的外貌和爸爸王浩好像饼人一样。在帖文入面， Suki 就写到话：我的宝贝八岁了，爸爸妈妈永远爱你，愿你永远拥有好像今日一样咁灿烂的笑容。